That my best friend, she a real bad bitch, got her own money. She don't need no nigga on the dance floor. She had 2-3 drinks, but she twerking. She throw it out and come back in. That's my best friend, she a real bad bitch, got my own car. Ain't no list in a strip club. Know my girl gone sick, now she twerking. She throw it out and come back in. Hey, bitch, is that my bestie in a taxi? Fresh up, I'm asking, I'm telling what she did. Bitch, you look good. Fucking friend, she been down since the jellies and the bobos. Got me stepping out the deep, got my nose nose. When we pull up to the scene, they be filled with jealousy. If a bitch get in the key, she go bring the energy. I got a phone with a C, like, bitch, guess what? Hello, hello. No, I'm not sure.头发咋回事？头发他有自己的想法，不归我管啊。好的黑服，我穿黑色很最方便嘛。今天是本人直播，本人。大哥应该播吧，我去安阳音乐节，我去报名做观众了。他有自己想法，他想垂下来吧，可能。是接的头发，我哪有那个钱去接头发呀？我调一下亮度啊，可能会断一下。二哥没回我呢，那个叫头发，咱们不叫毛好吗？没有合成二两，怎么就又合成二两？今天这个纯色吗？你猜是什么？今天这个是印尼的。She's a runner, she's a track star. She's a runner.
think it's hard. She can take the pain, she can't get strong. She hurt anyone that gets involved. Don't wanna commit by taking this fall. She gon' do the race, just not this one. Love is a game you used to cheer for. When all the time to talk, you and her for. You fool, fool, fool. 脖子上吗？你说哪儿？脖子上没有啊？你说这儿？脖子上吗？哎呀，下雨了，下雨了！你好帅气，你出去，插出去。我不知道这个色号是什么，但是它我是用的印尼。就是盖章的那个印尼。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嘴唇日常是没有颜色的，我嘴唇是日常是没有颜色的，然后我就说就是为了要这样，然后会显得有气色一点，但是我没有拿口红，然后我就拿了印尼。应该不会。是真的，真的不会中毒，哪会中毒呀？不会，没事儿。有句话叫做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没有戴美瞳，我不戴美瞳。我有，卸了呗。空荡的房间，无聊的影片，窗外阴雨天，一个人不快乐，不动声色。脸是素颜。会一直的19岁了，嗯。我说实话，上一场直播，然后有很多人说可能唱歌还是要练，但是我其实真的想解释一下是，那个两首歌都不是我很熟的歌，然后再加上我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在那个里面。在那个里面的感觉，我听不到自己声音，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我听得到那什么自己的声音，因为脸搓了肯定就会红呀。我把空调开低一点。这玩意儿不会吧？突然就疲倦，偶尔会失眠，幻想了很多，怎么继续试着反复触摸的生活？我会一直等我下次不会了，只不过是这次忘带了，没有大腮红。带了朱砂，谁给你又喝了没有啊？为什么觉得？我觉得你今天不知道。
心的梦真是我有着。叫叔的出去。没有。谁给什么小没有？谁给你秃了？他的睫毛弯的嘴角无意间的对我笑，没有预兆，出乎意料，竟然先对我示好。的味道头发绰绰有余，好吧，做这个，今天肯定洗头了。今天还连路人吗？我觉得可能会有不知道什么样的惊喜。大哥今天播。脸没有红，没有。他的睫毛弯的嘴角，用眼神对我拍照。不是滤镜的问题，我一直都是这个滤镜，我就没有动过。脸也没有，我就没有动过。糖果罐里好的颜色，微笑却不甜了。你的某些快乐，在没有我的时刻。中古世纪的城市里，梦想就走到这，还有不再眷恋大海，可以飞更远。远方传来风笛，我只在意有你的消息。城堡为爱守着秘密，而我为你守着回忆，
明明就不习惯牵手，为何却主动把手勾？你的心事太多，我不会戳破。明明就不比较温柔，也许他能给你更多。不用抉择，我会自动变朋友。没有，为什么现在评论区都是喝了多少，打了腮红吗？是怎么看着像喝了点儿？当公关里好多颜色，微笑却不甜了。单身情歌很会啊。人人自己的城市里，我想就走到这。我就不剪头发，我觉得我头发就是，我就喜欢长头发，我就不剪。怎样？这首歌不熟，会是会，不熟。抓不住爱情的我，总是眼睁睁看它溜走。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为何不能算我一个？为了爱孤军奋斗，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而我只是其中一个。爱要越挫越勇，每个单身的人看看透，想爱就别怕伤痛。一个最爱的、深爱的、相爱的、亲爱的人来告别单身，一个多情的、痴情的、绝情的、无情的人来给我伤痕。孤单的人那么多，后面不会呢，后面不会了。我没有，小手拉大手，是不是那不是儿歌吗？哥，这个你会吧？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亮亮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我脖子这儿红啊，是因为我自己挠的，是我自己挠，因为这个项链会在这儿，然后它会进去，然后就一直磨。我没有，我是被你们说的好吗？不是过敏，不是过敏，我之前一直戴，不会过敏。我没有听过，且听风音。什么小姑娘真好看。时候，一个人。
转折记得享受，有一次远距离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再一次回到坏女孩，最后一页，最后一页好像听过白鸽。教堂的白鸽不会轻易无恙。嗯，是麻烦一下各位，不要再加一群了，城堡群满了，很多人都在加。加二群，花园群。你消失在舞台间，从此就没有再见面。好长的时间，再没有你的来电。再后来就回到房间，舞池里调动着一面熟悉的侧脸和未来迷人的笑脸，只一视线，慵懒的靠在陌生的肩，黑色的眼线，你的指尖有一点轻蔑。在谁的怀里就会有感觉，被爱的深夜我在想念，明明是为你，就是大家不要再加城堡群了，想进群的进花园群，城堡群很多人都在申请，但是花园群再杀小姑娘出去，给我支出去。还有就是进了城堡群的就不要再进花园群了。我们的开始是很长的电影，倒映了三年，我票都还留着，明亮的热泪，人中爱的旋转，忘记你，慢慢忘记你。Blue blue 吗？哦哦哦 ，blue blue， 哦哦哦 ，blue blue。唱首 rap 吗？给你 rap 一首，给你 rap 一首，rap 一首什么 ？rap 一首什么呢？差不多人会啊。Ever go for the fight? It wasn't down like taking off for a ride along the countryside. Always a cool on my mind. All I wanna do is shine. Play horse on the ride. Go and go for the fight.给我的马别让脏辫，戴了好牛发表还要钻石项链，出没在熟悉的巷街巷店，想到你的鼻子每天闪着光线，我曾在山谷里挖出黄金，也坐在酒馆里弹奏钢琴，让年轻女孩为我伤心，后来也在我墙上丧命，左轮转动人家合影，流派的用中原人鬼神设计，他们反应过来我早已经撤离，留下的只有换了一个好的相机，风味又存的老板娘大叔把酒美女镜倒进我的杯子里，我就花多年恋人血加多少经验，不及靠近也不会起，走向我的足迹，漫无目的跟随的去往哪里，全新的慢调带走我华丽，像是房间座椅，翻过雪山跨过草原都能够发现我的踪迹，马刺叮叮叮叮声音的动静，它变了一处风景。 I had a go for the fight Cut 45差不多先生，没有差不多先生，保持我的
天空都漆黑，落在我生命曙光，不是不会。真的没喝多。我真的没喝多，真的没喝多。喝水。Sorry， 昨天迷了他，说现在我才醒。前天见人的人，他就说我就没喝。酒精，我爱到神经了。喂，喝多了，我去男人我真没喝。吹过沙，我的腰里别是蝴蝶刀和茅台对边角，我是喝酒吃着药的 rapper， 别说不知道。这时间怎么过不去了？没有喝。差不多，姑娘，我不会啊，真的没喝。对，喝了，这是白酒。哎呀，来点花生米呗。来了。晚上太黑了，搭配瓦萨比，我的身后一杯是卡拉米，喝酒获得了动力，快睡在了梦里，一宿就能花八个亿。就在那酒吧，女生把电话打给我的兄弟，告诉他们带着鲜花，不管什么装逼美丽，夜晚出现早上回家，看到米，看到 B 就 B B Club， 再倒一杯喝不掉就背白，他们不理谁，如果再喝就会在左边。夜里慢点酒杯，吃饭早就不对看，好歹那些不如一瓶酒，大到明天来不及了，把他放到街头，真的不故意，我的实力强得足，干干玩不累，根本够一千零个钟，夜里慢点梦。说散就散，这个可以。来歌了。说散就散，会有。你哪见过喝白酒要这么大口的？干嘛听苦情歌语多浪漫，再浪漫都被拆散，耍平平淡淡，长路漫漫，一起在共患难，要不是被在陪伴，越决定多果断，在青春快过半的阶段，失去了对爱的基本判断。问我什么是爱，是当初亚当和夏娃开心要吃苹果，问我谁在抵赖，是时间是金钱是你解不开的瓶锁，这场战役都没赢过，航行中你无法停泊，争吵从未停过，但是彼此内心的不丢起起灵火，每个起因都有经过，今后剧情是他新客，倔强的看不清那灰暗命运的爱怪的星座，失落自己总责怪自己在黑夜中怒吼，如果我是你，或许我爱你在中转的路口，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反正好就行。用哪种方式纪念算最好的祭奠，还会想跟你见面，虽然只剩这张照片，有开端就有结尾，也许是一个机会，在这匆匆最终的岁月中，你是记忆劫匪，我想说是感谢，毕竟你是最美好的节目，多少次哽咽温柔我还一直记得住，没有说我对错，直到今天走到这一步，所有怀疑都陨落到回头和安坐的这一路，曾经爱过你，恨过你，想过你，厌过你，骗过你，不停讲道理，找自己高帽，你深陷这漩涡里，谁能陪你一分跑，谁是你的避风岛，如果不能问声好，就让我来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当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
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别后悔，就算错过，在以后人像妹妹想起我，还算不错。那首歌我不会唱。放假吗？哦，你回来了，你回来，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回来了，我知道你回来了，不要一直杀了，我知道你回来了。我知道你回来了，啊，知道你回来了。但是我不会唱这首歌。我哪知道学会做人嘛？这。水有五十度吗？水有五十三度吗？什么？我不会唱，这什么歌？空人没工作，是血吗？是血吗？美人鱼会。变色的生活，任性的跳过，疯狂的冒出了头。单方的守候，试探的温柔，爱是少了点什么？遥远的两端，爱挂在天空飞，风停了也无所谓。只因为你总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准备好了 3, 2, 1 I'm always alive， 和你 1, 2, 1爱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哦哦哦，开始倒数 3, 2, 1，删除我的孤单，默而默契是深刻。爱亮了，爱笑了 ，I'm always online。啊，这首歌。总说不清楚该怎么明了，一字一句像圈套。这首歌是下家三千金，我知道。就像总翻不完，谁无理取闹，你的双手甩开刚好的微妙，然后沾落在燃烧。我们背对
风后的晚上，我们背对背拥抱，真话兜着圈子乱乱绕，只是想让你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对，爱情睡醒了。对对对对，夏家三千金，爱情睡醒了，一步上一步下。冬眠会啊。可能是有点中毒了。傻的那个圆圈，属于我恋爱一时间，不用和别人连线。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只要你在我身边，从飞鱼流言完全视而不见。请不要匆匆避免，一转身就沉入海平线。传说中你为爱甘心被搁浅，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怎么忍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我眼泪断了线。现实里有了我对你的眷恋，我愿意化作雕像等你出现。再见，再也不见，心碎了飘荡在海边，你抬头就看见。再说了，我没喝，没有喝。这首歌当时是我参加校园之名的时候，如果说就是第一轮的时候，然后如果说要，就是因为我们是纯舞蹈嘛，没有的话，然后你要唱，就是是要看你的舞蹈，你准备的，你自己准备的个人舞台舞蹈，还是要唱歌。我准备就其实这首歌，真的，我准备其实就这首歌。冬眠，对，冬眠这首歌是当时我准备的，但是我准备的不是这个版本，是男生的一个版本。刚才有什么歌？你听啊，放不下的理由，是不是会担心变成一只野兽？我给他们入睡心跳的节奏，是不是会暂停在世界的尽头？浸泡在时光上的频率，单纯想要呼吸，跳跃云里雾里，触
寞在被遗忘的抽屉，你曾经的手笔写着心口不一。现在是黑夜摆着我的随便，像迷路的天鹅又是在睡眠，请你去捕捉噩梦里的碎片，不需要你的歌来帮我催眠。 Talking to the moon 放不下的理由，是不是会担心变成一只野兽。 Walking on the roof 闻心跳的节奏，是不是会暂停在世界的尽头。说不完的话，找不完的借口，是不是会狠心把我找到借口。爱着谁的家能否将你接受，是不是会上瘾拜托那些承诺。巴黎的红房间，发霉的旧唱片，没必要听歌店掉了漆的播放键。你情愿冒着险没有啊，没耐心去分辨谁和谁能够走过。唱完这个，最想要看到是你在我的眼中飞到马掉掉，你不会知道我爱你就要。我该怎么往下聊，全都怪我太胆小，只看着你傻笑怎么办才好。你把我拥入，okay. 突然变得，他们说你喝多了啥情况啊？你喝啥了？喝水喝多了呢？十点是突然变得很的呼吸，因为我害怕这是梦境，你放心会清醒。我感觉林墨也喝了假酒，我感觉林墨也喝了点。你是喝了点吗？我没喝，我喝啥？一看你就是喝了。不怎么可能喝啊，不喝。你肯定是喝了点。很多人说你喝醉了，说你喝白酒。哪有直播喝白花生米呢？花生米还没上、啊、花生米没有，这老板不行啊，你这啥服务，真是这么久都没上，都喝多了还没上花生米。他们说你，他们说一看你就很想喝了。我没喝啊，我今天今天没喝是吧？行，知道了，没事。对，昨天喝了是吧？我不喜欢喝酒，你又不是不知道。哎呀，在这儿在我面前装什么好人呢？真的果真那么棒，今天抱着郭振咋什么都是你啊？这不是你啊，这不是郭振啊，这熊本熊熊本熊啊，那是那、啊、你又喝，真的少喝点，小喝慢点，不要太急，还得直播呢，真是还得直播，你少喝点。哎呀，散，花生米还没上。那个脸，可以连词吗？我没有关注他。收起你的膝盖，拜托哥们别跪旁边。我的声音气质不止可以泄密空间，多大的实力加上成绩必须绝对强健。你不懂什么叫做想要怎么分辨臭，一帮臭鱼拦下围在你的身边秀。当我再次归来，不想和谁争先后，把恩怨就放一旁，先来跟天斗。向往自由和对说唱带着充分的忠诚，冲出地下开始写下了最动人的中文，就像鲤鱼拥军千里越过通身的龙门，公平公正经济恩恩。
获得众人的公认。暗暗无关的随便，不断的锤炼，关掉那些畅游吹风下胡乱的推荐。相信有一天靠自己也能浮出水面，用才华和汗水来把理想逐步兑现。让对手危险，说唱是我配件，一张口就能够瞬间达到你的沸点。当你开始想要退缩的时候，循环这首歌听几遍，音乐给你力量 ，hiphop 就在你的心里面。这是最炸有最经典的 punchline， 有 rider 的蛋，像 Big 哥，这首歌叫发光蛋。谁的？就是好几个蛋壳光光，还有法老的歌啊，几个蛋壳啊，那么多个、啊。对，炸上面谁比谁的发枪慢？向你承受这几发光弹，高手不出手，观众的眼都看走样了。机票骑在手上，今天跟你算总账。脚下的 loop 不断重复，跟我的态度同步，去拨开浓雾，开始重铸，将你灵魂融入。这一腔扶弱，这计划不错。不过多少英雄慢路，奔路不惑，剩几个不惑。loser 只跪在跟好像成龙的将心比心。Mafia 在这领域，你得服从我的 jazz bitch。I'm a king of a king of a king of a king， 站在只有型的正哥们，什么都能搞得定。Yeah， 没有，你今天这个发型有点非主流啊，莫哥。我戴帽子压扁了，我今天开视频。我说怎么有一圈儿？我懒得弄，非主流。我买了染发剂了，我到时候我要染个粉色。他染你喜欢的颜色。我有嘎出现你哈气，像只杜宾喜欢把牙齿给镀金，这年头傻狗也出现和你没有交情。其实我喜欢这首歌。说你什么东西啊？他们说你要去参加中国新说唱。对，我要去参加巅峰了。我就是后两期的嘉宾。对，你在挑战嘉宾。对，我是挑战他们。谁在撩动我的情绪？没错，就是你。哪有？这不是跟你们见面就很开心吗？你真的有点像喝多了你。但真的没有啊，这长得蛮像白的。喝多了不应该这个样子吗？喝多不应该？不是你脸为啥这几天都红红的呀？是因为可能这两天气血好吧。我以前也没有脸就是这么红呀。你看离近的时候还好啊，还是红。我零点红。那你就是这里红。对，就是脸颊这。对。烧晒什么晒妆？晒伤妆？晒伤妆？他们说可能是见了你，所以我脸红了。那是应该的，应该的。人鱼为什么不播吗？他好久不播了。对啊，你知道人鱼为什么不播吗？不知道，我没问他。不是随缘，谁在就跟谁玩。哦，我大点声是吧？我要多大声啊？你说，你不用，你这喷麦了你。啥？子瑜在吗？这边一直在说要找子瑜，我都没关注他，我一会儿结束了就关。我不知道。人鱼的音乐节延期了吗？干嘛？人鱼应该是吧，我不知道。
就不怕，人太浮夸，人都被动啊。Bad girl, she wanna run on me. Bad girl, she wanna run on me. Bad girl, she wanna run on me. 他问你拉一下子瑜，他们说子瑜在，然后有点太孤单了他。要拉吗？来一下。我不知道。找一下。我都行，主要是。不知道干嘛现在，我们两个这整天得坑一下外人，我觉得。然后自己挖坑。我把红绿灯的黄给你拉过来，你俩关注，你俩去 PK 去。你别吓我，我看了你那个视频啊。不要一打二。哎呦，哎呀，你是喝醉了？哎，怎么了？对。你看一下他脸是不是红红的嘛？郭正看有点微醺的他。没有，真的你脸真的红，我不知道为啥。没有，真没有，真没有。可能是灯光吧，也可能是你腮红打得太重了。我没打腮红，我没有打腮红。我上次我就说他画腮红，没有。我喝的伏特加，我喝的二锅头，我喝的茅台，我干了啊！他们说你模仿胡文轩，我模仿个屁！喝多了。你们这两天也经常吃。人宇回我了，人宇说他也要播。他这么晚吗？等他上来呗，一会儿。我和郭正周二播的，我今天播，这几天都休息。他好像说那个什么，人语要播的话，一打三呗。可以。哎，可以可以。我最近可能确实是皮肤有点薄，所以比较容易红。我最近角质层很薄，因为我皮肤不好，然后我就疯狂的在清理，然后可能就是这一点。我皮肤不好，然后我就去做清理嘛，就去做真清理，然后可能角质层就薄了。角质层可能就有点微醺，对，角质层可能就已经薄了，你懂吗？人宇来了，人宇那个黄毛是不是黄毛啊？现在看他发的抖音是黄毛的，然后就这样，两个黄毛，没有，这是谁？哎，这是哪位非主流啊？之前还说我染头发，这哪位非主流？好丑啊，真的是。哎呀，比莫哥的还丑！假发呀，你好像戴了个假发套，你是秃头了吗？是？对，因为没有染眉毛，就显得有一点秃。那真的好像眉毛真的很可爱。请你不会过来，请你不会过来。帅的帅的，看帅的帅的，别这样。金发，我跟你说，我之前也被他们吐槽发色不能这样说，自然一点。刚刚太白了，是不是？对对，刚才脸太白，然后显得那个眉毛特别黑。你刚才就显得那个眉毛特别特别黑。对，因为没有染眉毛，你脸也红，你他头发也没有撕出来的，你知道吗？他就很人宇来了真好。子瑜，我跟你说，我看到你上次跟郭正连麦吐槽我的那个，怎么就看见你就看不见？什么没有？都是子瑜说的，都是子瑜说的，说哎呀，说你不好，我在那一直阻止。我说一直组说没有，人宇可好了，还说我长胖了，他还说我。你看，这不是我说的吧？这我绝对没说吧？主要就是说我哎，不要解释，你看这想你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刚才想解释都憋嘴了，你还在这里说，不要这样，哎呀，不用解释了。人宇，有人说你这个眉毛像是张飞李逵。是蜡笔小新，为啥不染一下眉毛啊？你没有，因为我眉毛在别的颜色嘛，只是先漂，但是不是出现意外状况嘛，然后就没有染。想说染了头发之后才想说什么眉色比较适合呢？啊，对吧？那你之前我染头发，你还说我染头，怎么又染头发了？你不是也染吗？哎，我记得当时吐槽我发色的也有你啊，但是你这个变白了呀，你这发色都。那你现在这个就是我之前没变白之前，你是不是滤镜调的呀？哎哎，他们说他们说感觉人宇像喝了更多的，是吗？
现在喝了更多的。罗振脸特别红，还好，非常好，非常好。我这边观众说的，他说人宇的发际线好像比我还高。我的发际线挺低的。你那边都啥人呢、啊？真是的。然后还说是蜡笔小新。我是蜡笔小新，多可爱！哎，子瑜酒量好吗？没有，我跟你说，人宇，我跟你说，染头发都会经过这一段时间。子瑜酒量好，是被大家吐槽的时间。哦，不好，我要刮胡子，怪不得我去，我要跟你试一试啊！到了北京，我就找你试一试、啊，我去刮个胡子。天哪，人宇这个头发怎么做到的呀、啊？跟假发一样，真的就跟假，而且他做了那个发型，你知道吧？然后就分开，分了一条缝，然后规规矩矩的。对，那是趁他不在狂吐槽。但凡他有一个小翘角，就是都不会那么像真发。他主要是他好圆滑的两个小圆弧。我的主要他顺毛，我的酒量不好，顺毛又留个缝，就我的酒量不好。顺毛有啥？顺毛又留个缝，就特别凸显你的眉毛。对，就是很帅，把你的盖起来。但是这个也盖不住啊，它这个黄色挡不住这黑眉啊。不是，就是我们的意思是，好看多了。你有点就是这种起伏，就这种碎发都不会那么像假发，你懂吗？我刘海、哎这样，我就这个样子，我喜欢，我就这个样子。人宇，林墨，他啊。就是有人问我们仨里边谁酒量最好，肯定你呀、啊，还有谁呀、啊？你是我们团最好的，怎么可能是我？直播绝对是你啊！直播都喝白酒的人，怎么可能是我？肯定不是我。子瑜酒量也可以、啊，你们团的都感觉郭正应该是酒量最好。子瑜酒量也可以，人鱼知道啊？你看他现在正在喝呢，他现在正在喝的就是呢，他拿着我们的杯子，我喝的奶，我喝的椰奶。你怎么证明你喝的是椰奶？没有他我无话可说，无话可说。谁酒量最不好？那应该是林杰吧，因为他不喝。林杰人语，人语，我也不咋，我比较喜欢喝椰汁。人语，这个头发染花多少钱？他们说我可花了大价钱。他们说子瑜他们说你喝的就是米酒，别在那儿演什么椰奶了。啊，我真服了。今天是酒局是吧？我们是先一人拿一杯来，酒局一人拿一杯，先干一杯再说。我拿个红酒去，我拿杯红酒去。你在说我坏话。我去拿杯伏特加。哎，对，我突然看到有个说就特别像你以前一个造型人员，现在我像我以前一个造型、那个、对团综那个特别好看，那个团综里面那个美少女战士。他之前染头发也不染眉毛吗？美少女战士。但之前人宇还染过什么颜色？蓝色。没有。水冰月。水冰月没戴头套。不是，人宇之前染更适合。哎，人宇之前我只漂了没染的。人宇之前是染过什么颜色呀？然后灰色，哦，对，灰色，银灰，蓝灰色嘛，蓝灰色。上次我染的那个紫灰，你染的？对，第一次蓝灰，第二次银灰。对。所以那个时候你记，不行，你染眉毛吗？我酒量不行，没染，不行。那时候也像蜡笔小新。他们就是在开玩笑，真的，我不是，我不是酒量最好的，我不是。你没办法，真的好像蜡笔小新。我这眉毛太浓了，没办法。我想染，他说你的皮肤容易过敏吗？容易过敏的话就不能用染膏染，但是专门染眉毛的染。我说我容易过敏，就没染。染眉膏其实刷个一两分钟就好一点。对，之前染眉膏刷一两分钟是一次性的，还是说染给我就染头发的那个、嗯、染头发那个你刷上去然后拿个纸摁着过几分钟就好了。第一次告白。那下次染色的时候就染的。哎，那换回黑发不会很奇怪吧？但是染了色之后。不会，你这个眉毛它来哎呀学的挺快。哎，解释就是演示，就是哎呀学的挺快，来回倒腾。
你看他们叫我把刘海撩一下，我刚刚撩起来，他们又说不行，然后放下去又说要撩一下。做自己，你管他们说啥？你撩一下，你觉得怎样好看就撩一下。做自己，我今天搞个大背头了。来来来，你来背头，大背头，来背头。那个 Burn MV 那个大背头。你再去画条眼线，画一字眉。我现在眉毛真的长连起来了，真的是一字眉，你看。那看不到。看到了吧？可能你丑的我们无可挑剔，所以看不出来。没有那个，因为每次不是我们有活动就要化妆师帮我们修一下眉嘛，因为太久没有那个修了，啊、就长连起来了，眉毛太旺盛了那个。啊，我是眉尾贼，长得贼粗犷，眉尾我各种放飞自我。我这边说，蜡笔小新，你不要过来啊！你不要过来，我就过来。不可以这样，我感觉我看到前几天的我被你们嘲笑发色的我。你看你在换口音。我刚帮你说话，你还笑我普通话、哦、是吧，玉啊？怎么回事 ？OK， 你这蜡笔小新，不帮你说话了。没事。哎，对，刚才子瑜说一打三，他一挑三，快点。来一把。好，咱们先不开始，先说我们要干嘛？真不行，不是说，哎，咱们说好是一，咱不这样，咱不欺负人啊，就一二罚三四，还是一三罚二四，或者三四罚二三？他们赢或者我们赢，就他赢或者我们赢，他一打三。咱也不要这么一二三四，知道吗？就他打我们三个加起来是吧？对，他一打三，可以。对吧？好，那输了干什么？同意吗，子瑜？你输了，给我们做个瑜伽动作。别，做一晚上瑜伽。千万别，我之前做瑜伽动作给封了。我给封了十分钟，千万别。不是，生做瑜伽都被封啊？不是，现在就是咱说正经，不带欺负人，就是一二罚三四，还是一三罚二四？肯定是一二罚三四啊，对吧？第一三四罚一二吧。你不可能三四罚一二，肯定是一二罚三四。一二罚三四的话， okay. 那就开始了。咱们输了要干嘛？先说。输了染头发。啊？你现场不可能染啊。输了漂一个金色，挺好的。你现场肯定不可能染。那你能说有光头特效啊？我想输的弄个光头特效。你们说，看一下，输了，人鱼要是输了的话，让他把眉毛剃了，把眉毛剃了，眉毛咋剃？这么一把游戏玩这么大的吗？我也不会剃眉毛，因为我们团有个我们团的那个队长，就是他染的也是人鱼这种浅发，但是他也染眉毛，但是眉毛染的太浅了，他直播的时候就像没眉毛一样。别说他是无眉大侠，对，我也看特效。这什么鬼？不觉得这个特效很好吗 ？Wave 特效，对，好累啊，自己开特效。我来发福袋。突然在看，你别找道具。再穿个水冰月那套衣服，他早就扔了吧？快，快定一个该怎么玩？你们仨不知道特效吗？哎，看这个特效。他绝对是喝了。谁给你绝对喝了？来吗？我没想好怎么惩罚。他们说输了的女团舞，赢了的男团舞。哇，没啥意思啊，跳来跳去。对呀、啊。是啊。说了都用头写字吧，哎，可以吧？猛男特效怎么用的呀？就是写啊，哎，好，很简单样子。你现在已经这么匮乏吗？咱就是说，现在已经这么匮乏了吗？对。我现在去微博，不能说，我现在去搜一下直播惩罚是吧？郭振不应该挺有经验的吗？跟那个红绿灯的黄连完麦之后，没有，我的妈呀，吓死我了！快，我看了那个，他们说谁输了把谁输了就把空调关掉一个小时。那我可以啊，我本来就不想开空调，我现在可以关。吓我一跳。
不，咱先来吧，然后一二爬三四，咱就看到时候再想，好不好？行，来吧。哦，好吧，反正一二爬三四肯定要那个啥。我跟你说，你被他支配了，郭振。我上次看到 Tapper 跟他连麦，贼搞笑。你这完全被支配。哎、刚说啥了？你们刚说啥？我在玩特效。但是，但是我不可能说真的，我要那个样子吧？一点偶像包袱都不要吗？肯定要一点。你得有自己的。我玩啥呀？我刚没听，我在玩特效。没玩啥，就是我们先就是，就是一二罚三四，先赢了，对，一二罚三四可以单独罚，然后再说是吧？对对对，再说，先来就是这个意思。他们说输了的说方言，我操！方言说什么？方言表白不好玩。不知道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方言。我在搜惩罚，我在搜惩罚。他们说输的用抖音拍对方的团舞。含着水也太大了。表白。输了的表白吗？含一口水，方言表白。含一口水，方言表白。一大口啊！一大口可以。哥，接点水呗。100度的开水可以吗？100多的开水，你要不是你要你这样的话，就是你要是想让我们死，你可以直说，不用这么的含糊，你懂吗？是吗？嗯，可以。子云，你搜到了吗？你不是去搜了吗？我的妈呀，人与头发打的，他不止他不止头发黄。像什么深蹲5个，用卫生纸当围巾，戴墨镜，扮演蜡笔小新，唱葫芦娃。这个蜡笔小新，我现在就可以扮演蜡笔小新啊！输了用宠特效啊！人宇，这需要摆烂吗？不需要。人宇，啊？我输了的话，卫生纸当围巾，戴墨镜，扮演蜡笔小新，唱葫芦娃。太浪费卫生纸了，我真的很短缺。要不我们来个健身局吧？健身局输了做俯卧撑，做俯卧撑也可以。深蹲20个。深蹲，哎，深蹲可以。深蹲20个才。俯卧撑有点拍不到。深蹲20个。标准的20个深蹲，你已经会昏厥了。你那种蹲了一半就。不可能，我绝对不可能会昏厥。你先给我示范一个20个，我看你。你说是什么？就是健身的那种。你就看你说了干嘛和我们三个干嘛就对了。我真服了你这个老六了，你能不能？你刚刚说的，我们必须就这样呀。我可以可以。突然，我不就郭策怎么又脸红了？我不知道。说到做到，做得到。我什么就又脸红了？不得扎双马，哎，这个可以。你输了，我们3+1，一边刷一个保时捷。我们输了，我们三个人一人给你刷一个保时捷。你好赚啊！我的天哪！对不起，你是不是贼赚？你这样一算，一下是3辆，我们只没有，我就看到一个输的扎双马尾，扎不了，双马尾好短。输了的对房间角落唱征服，不是他一直闪是什么意思？唱征服。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唱征服？输的模仿赢的，输了跳一次再说吧，这输了跳主题曲，不行的，输了跳女团舞。这局就是他1-3，我们下局再单人。什么就1-3？什么玩意儿？一打三，坑自己是吗？说好了，我觉得不用1-3。哎呀，我的妈！他已经说了1-3了，没必要，真的没必要。我们是，他可以1-3，你看刚好，他可以打，他真的可以打。什么东西啊？输了连这是1-3，子云你输了，你待会儿就干嘛？你自己选吧。输了买对方的专辑，输了买对方的专辑是什么？是。还有我们还有专辑可以买。专辑 VIP 能听。我们专辑应该会员就可以听。我们那个不是哈。哎，你看你是1-3还打的太是时候了。打了吗？加起来加一下。没打过你输了，你这干嘛？加起来你没有打过你输了。对，你干嘛？你要。不行，你们不能这么整啊！你们不能这么整啊！我这样吧，给你来一个不是惩罚的惩罚，来个小奖励好不好？你来一个你觉得你可以帅一下，可以吧？这公平的，什么意思？
就是你来一个你觉得你帅的算是奖励的。不是不是，雷雨，我真的觉得他们俩的还能讲讲话，你就真别了。为什么？为什么？真别了。谢谢。为什么？谢谢谢谢。哎，咱们不整那些虚的，我们就来嘛，就一二罚三四嘛。说嘛。来。我罚第三。刚说的是啥第三。你就罚第四个是吧？针对我们你。我罚第三。我就罚第三。你就针对我们你。你舍得罚我吗，子瑜啊？我当然舍得罚你，我还要狠狠的罚你。可以，非常好。我要罚。我罚。嗯，不知道你剃眉毛，你剃不剃吗？我没有东西怎么剃呀、啊？我罚剃须刀剃眉毛、啊。这样吧，我罚林墨，你们想看林墨干嘛？快打出来！想看林墨耍酷，对。想看他剃眉毛耍帅，对对对。我想看人鱼，单膝下跪。你定人鱼的？不是，我们这个小框框，我怎么单膝下跪？我跪下去就看不见人了。哦、你自己想办法嘛。这样单膝下跪。想干嘛？啊、他们想看你就是擦玻璃。他们想看你俯卧撑，想看你露腹肌，想看你唱忐忑，想看你交叉背心。交叉背心。不是说深蹲吗？我觉得深蹲可以。没事，让他们先来吧。不，这样，我知道，这样，那个雷龙哥，你也不是，我记得刚才说好了是那个深蹲40下，你单膝下跪，然后唱征服，我可以深蹲，你单膝下跪唱征服，然后就要带上我的名字，你给你记住哈，愿赌服输，来吧，明末先来吧，那就单膝下跪，你不能这样，你就真的要。已经跪了，你可以跪在床上啊！这样被你不行，你就要你要真跪，我要唱了，你要真跪，你要单膝下跪，我都没有让你对吧？双膝下跪那不好，都单膝下跪了。不，你这样，你站着，你一条腿跪在凳子上，好好听，你一条腿跪在凳子上都可以。OK， 哎呦呦，对不对？看得到吗？看得到。然后你稍微拘下来点啊，然后你要说郭振。就这，对，要这样。郭振，啊，就这样被征服。哎呀，我看到吗？得体的所有退路，我不知道歌词，就这样被你征服。哎呀，真好水呀！我不知道歌词，主要是他这。我们干嘛？我没这样，已经不水了。我跟你说，拿两皮筋把自己的头发扎两个双马尾去。我没有皮筋，我哪有皮筋啊？你肯定要做头发，做头发肯定要有那个镊子，你别装。哎，我真的不用，我真的没有这东西。对，我们做头发都不用镊子，没那么专业。我也没有。真的，这个我做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没有。那手动抓吧，手动抓，没有吧？我想他接下来这段时间都扎着双马尾。凭什么？凭什么？因为你是第四呗。啊，行吧，一把。我没确实没有这个东西。不是，没事，有，你把口罩有皮筋。口罩我还要去找。哎，不搞那么麻烦，让他手抓吧，手抓，然后卖个萌就过了。那个夹子我看一下。哎、啊，我有这，算了，这不太行。哎，突然感觉郭振对我还挺好的。等一下，我看一下站里面。毕竟你们是一个团的耶，我只能直接保存着。我 feel 啊，这 feel。嘿，这 feel 可以哦，这 feel。嘿，这不错，这不错。让郭振模仿红孩儿，他又模仿吗？对，我给你来一句。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子瑜。来吧。撒个娇吧 ，OK， 来撒娇。哎，那你明天怎么出来着？我啊不，对你的两个队友撒娇吧，也顺便对我撒个娇。你们三个，你们三儿，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好垮，好垮。OK， 放过。我觉得挺好的，挺好的。
主要我这个缝啊，这个哎弄不合，因为已经吹迟了。但提前说好惩罚吧，不然感觉这次输了的，如果就是输了的喊对方你是我的神，喊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神，对，听病了，对着对方喊你是我的神，要不就是要不就是深蹲。哎，这次咱们真不是三打一了啊，我跟人宇一对吧。那上次三打一你也没有三打一啊，你还惩罚我了。哎，按理说是我赢了啊。那你们说有什么惩罚，快说快说。他们说我们对着窗外喊说谁是谁的神。你这么喜欢隐形吗你？不是他们说的。OK 可以，对吧？就是甲子音叫，就是不能正常叫。我对着宇宙喊，你们是我的神。就是深蹲和这个，你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懂吗？就我们最低就是深蹲就好了嘛。最低深蹲嘛，深蹲嘛。对。简单一点吧，简单一点吧。嗯。哎，这样，第四个扎马步看完所有惩罚，直到下一把。啥意思啊？第四个的惩罚就是第四个蹲马步全程看完惩罚。可以。我想说第四个蹲着。但是扎马步直播。第四个蹲着。拿着直播。好狠的地方，值得一个两个。第四个要是蹲着直播就真的好狠呀。没必要。就蹲着。就看看惩罚是吧，蹲着惩罚蹲着看惩罚。这边评论都说我在挖坑自己跳。行吧那第四个就啥也别干了吧，这次看你跳个摇子。挺好。第四名跳个摇子。然后这样吧，第三名唱首歌，第四名蹲着听，然后怎样还是怎样。不用啊，就那样深蹲嘛，或者喊你是我的神。你们要是想罚其他就罚其他的嘛。我觉得可以蹲着听，就蹲着要远一点，看得到蹲的样子。我感觉我又要挖坑了。演不了了，放桌子上了。啊？就看得到蹲。蹲着，然后，哎，学好了。哎，不好，算了，就蹲着吧，就蹲着行了。我怕这。夹东西把自己给夹死，夹东西把自己夹死。你在我身边路过，橘子味。哎，这样，如果第四名的话，让他喊一首，喊口水，唱歌吧。哦，可以啊，我觉得。喊口水唱歌吗？可以。嗯。蹲着喊口水唱歌是吧？真的喊口水唱歌呀。然后我们要不重开吧，我们刚刚才确定惩罚嘛，对吧。你是看到不太好吧，我这好不容易。我真的。你是不是有点过于欺负人了啊。我好不容易。什么叫喊口就唱歌。夹子看见。不可以重开，不同意。哎呦喂。全是他们。这样吧，我跟子瑜两个打你们，这样决定了。你俩输了就你俩惩罚，我俩输了我俩惩罚。就加起来。三加。下一。对啊。这一把吗？还是下一把？下一把。下一把直接站队就方便，不用算数。我会一直等，等故事发生。要不要开灯？是谁的 BGM？我的。嗯，我也放着的，我们来个交响曲的。别这么说。怎么了？放这首歌怎么了吗？没有，没事，他们。怎么了？他们说你吵，郭振。好卡吗？我都帮子瑜说出来了。说我吵？放你能不能放一点别的歌，每天就几首。你放你们自己弹的歌呗。你跳兔跳兔。居然嫌我吵。学驴叫哎，没意思。看看是什么样的标准，那些面对不同的。
居然嫌我长。哎，等一下，等一下，我不会深蹲了吧？等一下，是下面吓我一跳。啊！耶！哎，第四名是干嘛来着？深蹲吗？第四名是边深蹲边含着水。哎，是这个吗？不是第四名蹲着看第三名唱歌吗？是吗？反正第四名，第三名是谁啊？谁啊？你更吵了！来吧，我要蹲了。还吵吗？你深蹲含着水，然后看第三名唱歌是吧？我一直只硬要蹲，结果我蹲了。那我唱歌是吧？可以。蹲好啊，蹲已经蹲好了，凳子在这。对，蹲好，一定要蹲好了。唱快点，唱快点。你唱一首长一点，到十分钟的那种。做情歌王吧。蹲好，蹲好。哎，没事没事没事。开始唱先，你还没开始唱呢，真是的。蹲好，不是含水唱歌。蹲好，你得放远一点，你自己说了看不见。我蹲着呢。哦，你蹲，你蹲。我已经最后了，我已经要上桌了。我越来越爱你。怎么林梦又坐下了呢？林梦怎么又坐下了呢？一看就是在坐下，我这什么凳子呢？一看就是假的，就在那演，就又坐了个凳子。哎呀，两个凳子在那演，就是，哎，又坐下去了，真是。好好听歌行不？哎，真是的你。宝贝最喜欢的开心。哇，好久没蹲了。就算流泪，总是伤病温柔般可爱，我要变成还真是情歌王，你爱着你真情歌王啊你！我不敢。你要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到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这首歌一共十二分钟，十二分钟你们。对，这首歌十二分钟。快！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下次好。我愿意。下次一会儿等他们完结束了，我就过来唱情歌王。请会粤语版的情歌王，你还不准备放过他？哎，我不准备放过他，我再多唱一个，唱完。哎呀，快点！我觉得很好听，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你快点。来。好想好想，好想好想。我居然还看到有个人叫我蹲好点，太坏了。我也蹲一下，我不要，你没有蹲了，我，哎呦呀，啊，主要我今天，你看我今天辛辛苦苦给你们拍跳舞视频，今天还是被罚蹲，你还叫我蹲好点。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但是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能永不会变。好蹲好啊，林墨，手要打平。你这不能弓着背，你得挺直。我蹲着呢，你这背得打直。哎呦，趁机偷一下了。不要失去。哎呀，这三分之一啊，最起码得一半吧。你快点，好啦。一半，一半，一半。一半，一半。的问题，离开你是真的。不逗你了，不逗你了，不逗你了。啊！哎呦喂呦喂呦！你没有唱很久吧？
太久了，我觉得还差的太久了。人鱼起码差两分钟，我觉得是这样。人鱼，我要想一下怎么。对，郭振，你想，我不说话了，我不敢说话了。你可以想啊，没事啊。你是不是在？你可以想，没事。不，我不敢说话了，我感觉我说。人鱼，把我的麦给打开。明正理解。我早就打开了，我只是闭了两秒钟，我真的是。什么东西啊？人鱼打开。我闭他麦还不开心了。你咋开心？麦了。你咋知道被闭麦了？他们会来回窜的。怎么窜来窜去的呢？怎么真的是？串门。丢你，我少说。哎，这样，嗯，哎，我本应该刚刚说的，刚刚我第一名，我可以让你们三个人跳同一支舞。跳什么舞？哎呦呵，他好猖狂，他刚刚第一名，让我们三个跳同一个。他好猖狂哦！你等了，你等到北京，我抽二条啊！我跟你说，等到北京抽二条。你可以抽我千万次，但是你只要失误一次，你只要失误一次，让我逮到你的胳膊，第二天就必须是肿的。抽二条，你要自己抽二条，可以啊。你说自己抽二条，抽十个。那我自己。那你听点声音啊。是啥？甜蜜。你们还蹲吗？我要不再上会儿。我在蹲着呢，哎呦，走开！你蹲，你看他都吓跑了，怎么？不是，没电了，手机没电了，其实我没电了，我又找个充电器。充电，手机不会发烫吗？我这手机边充电边直播就哇，我不充电都烫的要死。我也是，就自动关机是吧？它会闪退，就你去找个充电器，我去找个可以，然后自动重启。就我现在没充电，它也屏幕也会变暗，但不会关机。他们说打电话，哦、变暗就正常。打电话，然后给其他队友说，好想你啊。打电话那我直播呢？打怎么打电话？发微信吧，你这打电话人家不方便咋办？打电话人家也不接呀、啊。对，关键是我也想着，关键不会接呀、啊。他们连回消息都轮回，你还要接电话？对呀、啊，我们回消息都轮回。你今天发的可能明年就收到他的回信，你还假打电话？我的滴答是错，是问我，是我的我。去，这我是在听。哎，没关门。这位，白里透红。那光是挺白一个，这白一点，这样会白一点，但是白一点显得我眉毛更浓了，算了，我是暗一点吧。林墨，你眉毛咋这么淡啊？你是你们团关系好差，我们团关系不差，但是就是会这个样子。什么？有人说我们团关系好差，我们团我们关系一点都不差，但是你瞟的呀？那你眉毛瞟了，眉毛不得掉吗？他们说眉毛不能瞟。没有，你漂几分钟就行，你不用漂太久。你漂完马上就洗了，几分钟。都大浓眉，你知道吧？漂了，万一它之后就没这么浓，就可惜。嗯，就不能变成钟馗。啊不，李逵。你一会儿蜡笔小新，一会儿钟馗，一会儿张飞的，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上一次连麦说头发像被炸了一样，这次又说像钟馗，像蜡笔小新，什么意思？你跟我说什么意思？你对我有意见，你直接说好吗？我只是，嗯，我刚刚还说郭振喝多了呢。嗯，他确实，这没得说，他确实喝多了。他现在名利双收，就是那个东西，你知道吗？他为了延缓自己的紧张，拨钱干二两，他的风格。谁给你拨钱干二两？我的风格。哦，二两还不够，起码两四两。你倒是打算染什么颜色？我当然染那个银色，银白，白吧，偏白的那种银。但你退的不好玩。你要你我你去染橘色，橘色特别好看。
橘色显黑呀、啊，橘色。对，橘色显黑。我不白呀、啊，郭正黑吗？你看我现在是我们这几个里面最黑的了吧？等会儿你是谁黑？没有我光的。你觉得我很黑？你觉得我很黑吗？我就没有开，我没有开滤镜给大哥，我只是开我后面这个光也不是，也不是就是白光哎。你这会说话吗？你觉得、哎、你觉得你这个人这样白不白？够不够？是吧？白不白？你这样有点可怕。白不白？啊？好白好白白白白白白白。啊，好白！你这太白了，白也透着黑。我是把光调成自然光，有没有调成冷光？挺好，挺好，挺好，这自然光挺好。林墨应该是最白的吧？没，我一般。哇，我朋友死了三天都没这么白。林墨白。都没有林墨这么白，你知道？怎么三天没这么白？你是夸我还是咒我呢？你？就缝嘛盖住，你看我黑头发长出来了。不，我觉得哎，咱们团里面最白，咱们团最白应该其实还是左叶。啊，对对，这个左叶，对左。他防晒做的非常到位。对，左叶身上也很白。NBA 的时候一直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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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杰，喝两瓶吧得。而且小杰其实他一直都为了防晒，然后但是他又晒得很黑。就有一点，你记不记得我们团综去那个，然后回来他直接黑了，他黑的最明显。没有，他是拍完那个戏之后黑的最明显。嗯其实团综还好，我们经常都在房间里面，出去也比较少。哎，来吧，对吧？咋说？来吧，我们来个才艺局嘛。来，可以。唱唱歌，跳跳舞。那你们开始呗，弄呗。来，哎，对，第四名就来一个丑吗？来情歌对唱。那可以直接，可以直接发起。小狐狸也挺白，身上也都挺白。我们团最黑的应该是狐狸。我来发，我们先定了，我们先定，我们先定好了，再那个。我们能没看过互相的身体，对方身子肯定看过呀。再看一下咋？什么叫贼？哎，子瑜，你要不要一打三啊？那我不要。哎，这也不是一打三吗？你先结束 PK， 结束 PK， 直接结束 PK。这什么？这也要一打三、啊？小狐狸也挺白。I don't know。 什么叫我们团中说我最黑？我一点都不黑，我白着呢。这是干嘛去了？可云是谁呀、啊、他们不小心弄错了。都掉了吗？我没有掉啊，我就连一下他们。他们真的掉了吗？啊？就是啊，林墨怎么也掉了？林墨怎么也掉了？我掉线了。你看。林木谁知道林木跟郑日宇怎么回事？团里我确实不算白。哎，他们俩私奔去了，应该吧。啊林木来了，在哪？连线中，但是他应该网络不好。我今天下播差不多快十一点下。嗯嗯，就最后一把嘛，其实我们可以。嗯。哎，你看他又退出连线。哎，你说这。这整的这活儿，这是啥呀？哎，他拒绝，他拒绝了。人鱼接受啊！啊，对对，我回来了。哎，刚才是怎么回事？人鱼，你弄错了，这是你的事情。刚刚我搞成一打三了，把我吓的呀。然后林墨呢？继续邀请，我邀请他。啊，你邀请吗？你邀请吗 ？I got you, my love。
哎，进来了，这样错开了，感觉还挺对称的。什么东西？小黄马。刚刚我们两个头发的在上面，前发的，两个生发的在上面。哪个小黄马？这样比较公平。我看一下怎么设置、啊。战队，换队伍。我换队伍啊。对，这样哦，这样 OK 了、啊，搞对了，搞对了。咋说呀、啊？哎，怎么又上来了？什么东西、啊？不是，对啊，数列的。人与现在是一对啊。对对对。对，他不是那个，是那个啊？我说的是啥？是哪个？啊，我跟林墨一个战队啊。来，我们想一下，输的情歌。哎，我不说话，你们说话吧。不是，咱们每次怎么都在开始 PK 的时候定惩罚？因为太纠结了。对，我也不知道。子瑜想一个，我想一个，我想一个。如果他们俩输了，我想看他们俩跳舞，跳舞，跳他们自己。对，我怕坑自己。可以啊，你也跟他一块跳去。我对的，我们要得有战队荣誉感。再说我们一起跳不一定跳得起，这三个跟两个也差不多。你们两个有一起同过啥台吗？看他们三个打架吗？我跟子瑜没有。对，子瑜跟我们仨都没有过。但出来的时候，出来有一次，我五个人一块过。啊，能说明白点吗？跳少年之名，跳什么呀？来吧，一把三不行，俩三不行。看他们三个打架，我们跳 Burn， 跳 AC， 跳少年之名主题曲吧。哎，我记不得了。但那个这个是唯一同台的东西了。我现在就是我记不得了，对不起，我真的记不得了。最高的，然后你记得是另一个，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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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唱吧。那其中一个唱，一个跳。或者唱跳，可以。我也不知道，你们说话不说话、啊、你们定吧，你们定吧，你们定吧。我现在不知道要说什么，你们定吧。他让你们跳怪火，我怪火，怪火是好熟悉的名字。怪火是那个 Aespa 的新歌啊。哦，那个，这个吗？是这个吧？是这个吧？啊，不是啊，这个是这个吧？不是吧，怪火是这个吗？蹦蹦蹦，就你们想看嘛，看什么？看嘛看嘛，郭振喝懵了，你说啥呢？郭振在你直播的时候不能喝、啊、他你播中途你喝的喝的喝的，你这很就 hold 不住，你知道吧？我给你一拳。郭振最奶，他最奶。就你们要干嘛？你们想看什么？哎呀，输了把脚举过头顶，这是个人的惩罚、啊、你们说嘛，你们得说出来一个。输了给对方微博评论还是什么？输了纵容，跳擦玻璃。咱这样吧，就输了的跳，输了的跳舞，就跳少年之名，就一定要跳，就不能就算忘了你也要跟着跳，用努力用你的记忆回想。嗯，这不是我说的，好，可以 OK 吧？然后并且就是然后我们赢的。跟输的我们去，就是如果谁在新发了一条微博，就是我们底下去互动一下不就好，好不好？好可怕。互动的内容赢的人说行吗？对对，互动内容赢的人说。这个没事，子瑜，我们能赢的。我们必赢。这个好狠的，再加油啊！这个我要想损一点的，有什么爸爸真帅。为了这个我立马就去立马再干四两。
不是，别让我挖坑自己跳，别让我挖坑自己跳，对，不要让我挖坑自己跳。爸爸真帅，赢了几率，爸爸微博了。对，我想一想。啊，等下我脸疼。对，哦，有时候我的点子。Oh no！ 主要是刚才蹲了一下，开发了我的智力。可以可以可以，没事没事，嗨，没事没事没事，嗨，没事，我也想看自己跳，其实。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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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等一下，真的是什么内容都可以发吗？会不会不太好啊，爸爸？是你给我们评论是吗？你给我们评论，我说的是互动，来，我说的是互动，所以我不是说评论，我说的是互动。就是我们赢的，如果去你们那个底下了之后，你就一定要看得到吗？感觉就是回一句“爸爸真棒”，就这样。哈哈哈哈哈哈！你想挺美啊，你这个、他真的好像喝多了。你现在起码喝了几斤了，不是几两的问题了。全笑都是嘿嘿，都是哈哈哈哈。我一直都是这么笑的呀，关键是。那咋说来着？我刚刚一直在笑，等一下笑懵了。跳主题曲，就说爸爸好帅是吧？就是我们过去了，就比如说我们去他们微博底下就是评论了，哎呀不错呀，然后他们就要回我们说爸爸好棒，爸爸好帅这种，你知道吧？就要这样。你刚刚怎么说回这个？哎，我刚才说的是互动，我又没说什么，对不对？对，你说了吧，人鱼你。子鱼都没说啥，人鱼就是你怎么玩不起啊，你这人怎么，哎呀，是吧，我刚才蹲了半首情歌王，我都没说话。哎，人鱼哪儿半首？人鱼三小时前发了条微博啊。哎，人鱼你看看一下先。哎呀，少年来吧，子鱼站起来吧。哎，对，跳吧，看表演、啊。找一下，我找一下子鱼的微博。我们坐着跳。你跳、啊。坐着跳吗？你们？对，你们的态度就不端正，站起来，人鱼。子鱼微博去回关我去。收到。我一会儿下播，我在那个。去找你们微博的，因为我那个大手机在直播。嗯，一会儿去微博啊，围观我去。不用不用，还没到这班呢。我的 IP 还真不错。我也是刚刚关注。子瑜要是实在记不起来，你可以跳青三的。那个什么，我青三你记不起来。好吧，那你随意吧，随意。哎，是吗？是的，跳的是对的。嗯。这是休闲节目，主要节目大家还是多关注一下微博哈。对。哎，这样吧，我们发微博，让他们直接给我们评论不就好了吗？对啊，对对，我刚才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对对对。咚咚咚咚咚咚咚。可以啊。哎，我刚才跳啥？哦，好吧。可以啊，可以。完了，我真忘了。咚咚咚咚。噔噔噔噔。哦。要不要给你放音乐？你来一个。你给我卡住了，他怎么卡住了？我说来给他卡住了。我真就站他应该是充电，然后直播就会这样。子瑜来，我找到，突然找到西卡的一张表情包，我打开子瑜说：“哎，什么图发微博呢？”来，哎，我正好拍了图今天，然后看见了。哦，我卡了。西卡的，对你刚才卡了。你干嘛搞这种？一起冲向前吧！这表情包呀、啊！我的主张，世界国家。
这个反漂亮。你的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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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噔噔，放心，澄清一下，没有喝多，没有。哇，我居然还记得，我很发，我发誓，真的没有喝酒，发誓。信吗？绝对没有。发誓我信吗？你不发誓，我还信了一点。你不发誓，我还信了。你一发誓，我这外边雨怎么突然下大了？有可能在打雷了，是吗？出现幻觉了，幻觉。发誓，绝对没有喝。真的发誓绝对没有。哎，我看动了一下，我还是记得的。好，一会儿。好，好，一会儿发微博，一会儿发微博。我觉得最近我在拍的啥图好像还没修出来，我一会儿自拍。行。然后你们记得要去评论啊。要去评论啊！啊，我去主动去评论你们是吧？对，然后要他们要我们两个就发微博。对，然后要是那四个字啊，嗯，愿赌服输，要是那四个字啊，再说吧，你别再说吧，再说吧，不要再说吧，就是这个，要不然再说吧，要不然到北京，我跟你说，我就找林墨，林墨拍视频，我就蹂躏你，我就啊。啊，然后发微博，咋关我啥事啊？再说吧，就你直播，你开直接开直播，然后我就在他房间里给他发，快发。OK， 自拍。OK 了吗 ？OK， 那我们这样吧，我们自己聊一会儿，不都差不多下了吗？我还有十几分钟。拜拜，可以。嗯 ，OK， 可以。拜拜。拜拜，雷梦跑得好。黑色路，唱情歌王，给你们唱一下啊。我手机也快没电了。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我越来越爱你，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最爱你的是我，否则你怎么让我，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你说什么都做，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往温暖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只要你真心那爱与我回应，我什么都愿意为你。哦，好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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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在一起，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你要嫁给我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心甜甜的，是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每天都精彩。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是都以为热情它永不毁灭，总是那几年感情的理性那一面。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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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baby baby oh baby， 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要开始要失去，给你的越多你却越想要多。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沉默。